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家九五幺可儿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历史课，喜欢的宝宝们不要忘了转发、评论、弹幕哦，谢谢。说听道理论古今，每次也需要创新，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勾结王允杀董卓。同元素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已无数，三英无法挡他路，要为三英拿几位，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出兄又到地，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擂战鼓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守将是大王，人称笑语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个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星子，愿为兄弟保命死。梁山好汉战风辣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命关上。入云龙公孙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，母夜叉孙二娘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杨志，对对燕窝和鱼翅，花和尚赌自尊，带着链子开大飞，炎炎罗软小鸡，升天星球打飞机，小旋风顺财进，坐着地铁玩微信，这个屌丝真给劲啊，青龙白虎心上印，毒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战大将，爱讲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，虎天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个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随地要他命。神火将未定国，为了金钱眼全裸，条件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，九尾龟秦中望，身宽体阔非常棒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都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。可儿昨天受了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。